主席、各位委员，本席及本院委员陈正湘、陈碧涵、徐欣怡等十五人，鉴于国际组织是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平台，也是争取国家应有权益的主要发声管道，台湾需要长期且深入地参与各种国际组织，对于娴熟国际组织运作的专业人才需求甚殷，又鉴于实际在国际组织内部任职参与运作是磨练人才、累积跨国合作经验以及视野的最好机会，为了满足台湾未来的国际事务人才需求，并深化国人对于国际组织的参与，原建请行政院责成相关单位尽速研拟方案，定期收集各国际组织征才资讯，鼓励国人前往任职，同时并邀请各国国际组织来台征才，扩大国人参与国际组织运作之深度与广度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李桂敏、陈正湘、徐欣怡。